told, tidiness and cleanliness make a good feng shui, part 3 of 3,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given in English and Chinese, on December 13, 2017, in Kaohsiung,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有一些人呢长得太胖了，照片送给我就不胖，20年前那种，我不是说胖的有问题，那个西方人胖是对他们是普通的，胖是没关系，他是故意穿比较凶的，哎，就凶宽松的那种衣服，为了觉得好像苗条那样，不可能啊，你胖你穿怎么样都胖啊。 整个嘛，哦，他穿的太松宽了，他就脸变成很小，那脖子小，然后衣服都长很大，看起来好像那个头放在上面，贴那个 table 起来的，还有衣服松松的，然后那个看起来好像他里面那个手背没有，然后四周围都是松松的，哇，看起来很丑，他人如果。 不刻意这样的，不会那么丑了，穿整齐就好了。结果，唉，他不知道我们那个头痛啊，我就自己想办法怎么把它盖起来，不然整个都再弄的话，会花好多时间，花整个晚上。有一些东西，比方说，那个弄牙齿白一点，已经三四五个小时了，所以有时候他们工作都。 不能睡觉，我也不能睡觉，我等结果，看看好不好。有时候我们有时间是还 OK 了，有时候没时间了，他们送来很晚了，我们还要修改很多才变成一个影片，不是说那个人讲话就好的，那个人讲话他是在一个空的那个讲而已啊，背后什么情节什么，我们还是总飞起来，已经很多时间了。 还有那个翻译啊，像字幕啊什么，很多功劳啊，很多人的合起来才能做一个小时给大家看。很多国家合起来弄，还有师傅也花很多时间啊，教他们怎么弄。结果我们可以改得了了，后来想到办法，放一个围巾嘛在这里。 放这里就不好了，放这里还是不好，因为那个手和手上没有，里面都是空的。<笑>然后这边都看起来很丑嘛，吹吹下来很丑，所以这，然后我们就决定，我跟他说好，那如果弄一个这样的变成一样这样，几个小时嘛，整个的话就很多时间了，整个晚上半个晚上还没弄完，所以只好砍掉一些了。 只有他出现前面，然后后面这样，中间全部都没有他的影片，这样比较快一点，不然来不及了，时间来不及上电视啊，很多类似的故事啊，他们自己看了不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就丢在那边给师傅改就对了，反正还是有人在那边改啊，何必自己那么麻烦呢？ 随便做什么，有一些是，有那个口红弄太红嘛，不是红还可以，那个柳定的那个颜色，哦，好亮，还有像晚上妆那种，像晚上那亮的那种晚上妆的，怕人家撞到那个光的，哎，哇，好亮好亮，花好多时间才把它那个口红嘛压下来。 不是口红，我也整个脸了、啊。人家是好好一个孩子的，哦，我看见我认识那个人啊，还有穿衣服 ，Oh my God， 这不晓得哪一个人有那种那种那个口味啊，真的与众不同。嗯，我从来没看过哪一个那个上电视念新闻，穿衣服那个样子，还有擦口红那个样子。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工作很忙，不是为了，不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改变那些了，让人家看的也刚好而已。我是平常一点，不然人家看了认为我们团体是不一样啊。我们本来已经不一样了，人家看了还容量一点了，现在变这个样子。然后也许叫孩子，你别看，你别看，你都不能模仿他那个样子，你懂吗？我就知道了，那个有问题吗？一定这个团体有问题。那个金海偶像是什么人？我就知道了，我猜得到了，现在就很清楚，懂吗？哎呀，所以如果我一个人看的话，我笑起来就算了，就整个世界看了，啊，几千了，几千万了，几亿了，就不行了，现在很广了。所以你们知道是忙一些什么了。我今天来这边的话，昨天把事情已经弄很多了，往前走了一点，所以我今天来这边先看看呢，怕他们能不能来工作。如果这边有一个人好一点，我合得来的话，他们就不用来，他们也可以在那边，然后送过来，我在这边改，然后你送过去就行了。有没有什么电脑的神童举手看看，老童也可以，不用。啊，有吗？喂，没有，想告诉都没人了，没什么啊，送 email 而已啊，你不会啊？比我还要烂啊！啊，哪一个举手看看？我选，举手啦。OK， 一个，还有男孩子都不会啊，女孩子只有一个，整个高雄只有一个人啊。啊，有时间吗？两个哈，确认吗？等一下我收了以后说，师傅，我要，都是这样。叫他问问题的时候没有问吗？记得吗？等师傅快要走了，就是还是这样，然后给人家看不到他在哪里。那个跑步拿麦克风的人嘛，都是这样。给人家看不到，然后都是在看我师傅他在哪里，都这样子。 OK， 那两个人跑过来给我看看，你给我瞧一瞧。啊，你平常做什么？坐下平常做什么？平常在我爸公司上班，做金融的事情，做的记账。你做账啊？Bookkeeping。 啊？Bookkeeping， 你呢？我在一家小公司当那个美工，还有电脑的那个资料。啊啊，那你没时间啊？我大概整天有时候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有时候三更半夜也会送过来，因为改的时候要在他们在弄，要再改，时间不一定啊。就有时间的人才能 OK。有时间，而且也不想睡觉那么多才行。随时我会着嘛，所以我平常在那边靠近这样子。他们男孩子就啊十个十几个嘛，他们轮班啊，今天是他轮到他，明天轮到他，这样他们不会很累。只有师傅不能轮。啊，You can do that. What? Email you can. Do you have time?Good. Where do you live, by the way? You must live here. Kaohsiung, huh? But if I go to Pingdong, you must also go there. Okay, over here, maybe you can stay. Can you stay here for a while until I go? Yes. Huh? Is it convenient for you? Yes. Here is like aesthetic. You have room for him? Huh? Yes. 你们有没有地方给他住啊？有，可以，没问题。OK， 那准备一个电脑给他了。好，给他受送 ，OK？ 是。啊，有吗？有一个电脑，新的或是旧的也可以。新的。啊，好，给他。给他住什么地方 ？OK 哈。好。You have time all day or night? Mostly. Good. Mostly, I just need to get my computer at home. You have to get your computer, right?They have one here for you. Yeah. But you have to program it first, right? Yeah, it's easier if I go home and get
Okay, how far do you leave from here? Can somebody get it for you or you go home? 30 minutes. Okay, you go home and get it and come here tomorrow, okay? Okay. If I'm here, then you help me here, okay? Okay, no problem. All right, thank you. 到礼拜天, okay? 好了,你们两位, okay? You and her work together. Very good. Thank you. You also, but you cannot work because you have to work for other people. Okay, 两个够了，因为你们不用做什么嘛，就是帮我送信收信而已，所以一个也可以，就是怕有所累的话轮班，怕有时候那他们那送给我那些要改很久那些了，OK，哎，好了，事实上工作也不多，就是有时候他们不听话嘛，做不对的事情，然后改很久这样子。 期望来告诉以后，事情比较顺一点，<笑>风水好，嗯，<笑>是啊，有时候工作不多，就是他事情太乱太多人了，每个人烦恼师傅不同的方面，然后我是真的太疲倦了。 昨天晚上整天工作了，然后昨天晚上真受不了，就昏倒了。<笑>昏倒了以后，就以后还是继续工作了啊。OK， 太多人了，太杂了，师傅需要安静。如果每个人都要咬一口这样，习惯了，习惯一告师傅了，动一动就来问，该问的就不问，啊，做坏了以后就找我问。 整理垃圾，整理他的后面的垃圾，都这样啊，变成更忙。也许来告诉你，现在没狗没人啊，没有助手，哇，舒服舒服，呵呵很舒服。刚来的时候，那个师兄问我要不要，本来要找人来帮忙，结果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一个人就舒服一点好不好？等一下再说了，所以一个人呢，自己找东西就好了。 真的偶尔一个人好舒服啊！啊，你们不知道这种境界哈，这种境界的话很舒服，我不用修不修行啊，一个人呢好舒服好舒服，不晓多久了，不过今天很舒服就对了，嗯。这边比较热哈，不过对你们冷是吗？穿那么多衣服，在外面是吗？ 在外面做才冷的嘛，嗯，因为我来了就现在流汗了，嗯，在美丽转这样子就觉得，还是凉凉的了，那边湿气比较重啊，嗯，而且他们种树太多又更重了，嗯 ，OK， 你们安排一个房子给他们，我在这里的时候啊，OK，不晓得几天了，看那边准备多久了。 看我喜欢不喜欢那一边了，嗯，那个味道我一定不喜欢的啦，我鼻子跟狗一样很灵啊，受不了，<笑>受不了，还有 OK 啦，就是这样哈，多谢谢大家就对了啊，我们打坐好吗？哎，到几点呢？打坐到几点？九点 OK， 还有一个小时。 Do you have a car? Or can somebody drive you home tomorrow, tonight? And you come back tomorrow, okay? All right. And 师姐也是一样哈。 你懂不懂英文呢? Yes. Yes? Yes. Good or average? Your English. Good? I think. Okay, good. What is that? Father knows my English ability. Oh, is he okay? Good. Oh, wonderful. Just coincidentally. Okay. Suppose you work so well, I might want you in Lai. Can you go there also? Be, yes. We have room for you. But is your family okay or not? Huh? Mm. No problem? Sure. You can come with him. Okay. 行了。好,再说了。在 Lai, maybe I have other people, so maybe I don't have to trouble you. I just hope I have. Okay. Okay. 哈，你看神通了。<laughs>
OK， 谢谢了大家。Ngày đi rồi đêm tới, hai tâm hồn ngây ngây. There are important ethical reasons why the whole world should be living according to a plant-based diet. The Honorable Rabbi David Rawson, KSG, CBE, vegan.